大家好，我是中原 Matthew。 iCity 咧经过一轮咧流花期嘅销售之后咧，今日终于有一睇现楼啦。咁咧，我就带大家咧嚟到咧和义合道 iCity 咧去睇一个低层建筑面积咧444平方尺嘅单位。参观单位前咧，我哋都会见到咧升降机大堂咧同埋走廊咧都系精心设计，而咧单位亦都采用咗咧电子锁嘅。单位建筑面积咧系444平方尺咧，系现时市场咧非常之受欢迎嘅尺数之一嚟噶。每户咧都会配置到一个室内嘅洗手间，而且咧个楼层高度咧有成4.2米咁高噶，咁所应用到嘅空间咧亦都会多咗好多。对面咧正正系传统嘅民生区，食肆啊、银行啊、交通咧，样样都齐备。这个单位新业主正准备放租，而 iCity 亦都有少量的单位正在发售。有任何查询，欢迎联络我中原工商铺 Matthew。